喜不喜欢，或者是有什么批评指教这样子，所以希望你可以上 FB 打潘日文 Peter Pan 就可以找到我咯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都可以来告诉我说，哎，你有来看到我的表演，或者是说你们今天有什么感想，都可以在上面告诉我，留言给我，谢谢你们。那我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想加上什么歌好？好，我来唱一首比较阴阳的歌好了。哎，我的 Skype 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唱《动》这首歌，我接下来带来这首歌，虽然不是主打歌，但是我自己蛮喜欢的。然后我觉得在现场可以分享给大家听听看，一首比较比较 man 一点的歌，可能男生会蛮喜欢他在说的，就是当你很爱你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什么都不重要，因为你就是用你的行动去。表达这首歌叫做动，听听看。300M，200，你有没有定焦啊？大光圈。有些抉择没有不可能，一个人，两个圈。有些缘分只可以调和，不晓得是不是我的。你曾经问过爱是什么，花开过节那需要理由，我不假思索，是因为就在不久以前，我听你说过爱是无底洞，找不到出口。为什么调整时候，爱是无底洞，只缺个借口，想不通。让我触动的理由，有些抉择没有不可能，一个人，两个人。有些缘分只可以调和，不晓得是不是我的。你曾经问我爱是什么，花开过节那需要理由，我不假思索，是因为就在不久以前，我听你说过爱是无底洞，找不到出口。为什么条件是否爱是无底洞，只缺个借口，想不通。让我触动的理由，找不到出口。为什么调整时候，想不通让我触到的理由，
出的歌。喜欢英文是好，那这个哎呀，我又忘了送海报，那我们现在丢好了。阿康，我们现在就忘了送海报。